哇，你要不是美国人，你都不知道川普有多不要脸了。最近川普来我们宾州的这个 Allentown 呢，去视察一个医疗器械工厂，他没有戴口罩哦，所有的巡警人员都戴口罩，他没有戴口罩哦，对不对？就严重违反了美国这个 CDC 的 guideline， 每个人都要戴口罩，他不戴，你就知道他是第一个带头违反 CDC guideline 的人。然后他又大放厥词说啊，美国现在死了大概快不到九万人了，对不对？他说 Death is to nurses is a beautiful thing， 就是说死亡，医疗人员面对死亡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。我顶你个肺啊，很尬惨的。川普全家死光，比方说 Trump's family all die in coronavirus is the best thing for American people， 就是说川普家全死光，死于新冠病毒是对美国人最好的